On peut entrer derrière.他都在读卡了，升什么级嘛？这不就读了吗？不用点了，它自动会升级，对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鸡乱了，我靠！啥鸡乱？你这只剩一个 APP，等一下。你 APP 不是升过了吗？现在升 MCU 啊。这 MCU 啊。嗯。只有2531的 APP 跟 MCU 升的话，APP 必须在导航卡里面升，MCU 必须在那个 SD 卡升的，知道不？MCU 都不用升的。但是有些客户重启的话，我们还是要给他升的，知道不？现在没办法。它会自动开机吗？应该会吧。会个屁！赶紧。